这个料汁包含的酱油、蚝油、酵母，现在就有模有样了吗？卖得出钱了。哇，好香好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，这是艾伦。嗨，我俩现在正在跑步，周末锻炼一下。我走上个小几公里没问题。哇，真真，你这个骑得太快了。跟得上，好久没跑步了，跑了估计也就是2公里顶到头了，就好累啊。这个就转到那个弯弯那儿有一个椅子，哎，我就指着那个椅子到终点休息了。我那天我就来过这儿，跟那个朋友。这是加州的轴花，这个谁啊？这个这个在周会上都有，这个它叫 puppy。 你俩跑，我骑个车就可以了。哎，还是骑车舒服啊。我今天啊就在家里研究这个，在加拿大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容易呢，还是从墨西哥申请美国签证容易？因为我过段时间肯定是要离开美国了嘛，出来运动一下，思考思考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这绕了一圈，哎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对，跑一跑挺好的。这个运动完再来一个北京酸奶，跟那个老北京酸奶这个一个味儿，这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。这是我们的周末大餐啊，菜已经是配好的，好几个菜呢，还有海鲜呢。这是泡的腐竹，凉拌一个。你把这个虾哦油炸一下。你有水吗？啊，还行，稍微炸一下就行。把这个虾炸一下，然后再炒就好了。这个葱姜蒜啊，爆香一下。可以吧？青椒，这是增加个颜色。这是一个综合的料汁儿啊，我把这个料汁儿淋上去。这个料汁儿包含的酱油、蚝油、花椒粉、盐，还有糖，这是一个综合料汁儿。差不多。对。我也好久没有炒这样的虾了啊，嗯，好香，然后再加点这个葱花，它都闻到香味儿，它才下的楼，知道吧？那变化多的，绝对可以。再炒一个牛肉丝儿啊，就是把牛肉丝儿先划一下嘛，过个油，然后再盛出来。这个青椒炒牛肉，我这个牛肉啊，这个撒了一个鸡蛋泥过去，这个就是操作有点失误。还可以啊，被你救过来了。全靠这一把大葱花救了他了，真的，遮一下这个菜色，感觉样子更好看一点，是不是？就像给这个菜搞了个 PS 一样。哎，你看，现在就有模有样了吗？卖得出钱了。香菇青菜啊，今天周末你多炒几个菜。哇，好香好香。我就放了点这个辣椒皮，还有把刚才那个葱啊都炸了一下，这不就有点这个葱香油香，浇到这个凉菜上，这一拌，来来，快，直接动筷子就好了。嗯，你先尝一下那个虾呗，这个虾应该问题不太大，你先尝一个。嗯，
好吃。我感觉不止啊，我不知道。你看小费还18%呢，118%，再上个10%的税，128%。嗯，这样轻轻松。对。现在晚上的话都是18%。对啊，你100块钱的话，晚餐这周末就这么贵。嗯，是的，对。不，好吃。嗯，我有纸，我有纸，我有纸。我不喜欢纸，我喜欢那个。哎呀，我这个牛肉丝儿炒的，其实我就其实用半个鸡蛋就够了，但是我就觉得我那半个扔哪儿我也不知道。好吃啊。嗯。但是卖相可能就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味道绝对可以。嗯，那下饭吃。辣椒。就是辣椒。嗯，好吃。就得下饭了。对，这个辣椒其实它炒起来不是很辣的。不是辣。对。只要避开买那个墨西哥人那个辣椒，哇，那个辣椒我是吃的。你吃了那个？吃过一回，好辣的。就我们中国人正常这种辣椒都不是很辣的。哇，这个好下饭啊，这个。嗯。你不吃这个这个吗？这好吃。还有这个腐竹也是，泡久了。我也不知道时间。我觉得是那个水里面出水出太久了。应该是，应该泡2个小时就够了，但是我可能泡了4个小时。嗯。主要是忘了。嗯、等我想起来的时候，它已经是泡了4个小时了。对，那如果这个可以还是没问题。嗯。其实还是蛮辣的这个菜。再喝个茶啊，因为最近在休息啊，就也没什么素材，就只能随便记录一下，说一说我现在的计划啊。过会儿呢肯定得研究一下，把这个美签的 DS160 重新再做一份，然后呢再去看一下那个加拿大申请美签的快呢，还是墨西哥快？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我还需不需要面试了，就是有可能是不需要面试的，因为你这指纹什么的打过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一下能不能经过这个面试，反正肯定得想办法再申请一个 B2 旅游签，那种10年的有效的，这样子的话我才能去南美洲，因为我现在这个签证啊，去南美洲有点够呛，知道吗？有很多国家不太好进去，因为美签呢6月份到期，我还得考虑一下。反正下个星期我肯定能拿到加拿大签证，然后我就飞纽约，到了纽约玩一下，在波士顿转一转，然后我就进加拿大去多伦多，多伦多那边我再租个车，到时候看一下我再租多少天呢，怎么弄？反正在多伦多啊那边转一大圈。然后到时候再飞一个温哥华，或者是去一下卡尔加里看一下怎么走，反正就是把加拿大也转个7七8八转一下。鸟哥5月多份差不多回到加拿大，再跟鸟哥去哪玩，他那边比较熟，到时候再玩完以后呢，美签看能不能拿得到，紧接着就是墨西哥，然后再加中美洲，还有加勒比海的这些岛国，走完以后我算了一下啊，差不多我能走到75个国家以上。哎呀，这样子的话下半年去这个100个国家就是探囊取物，知道吧，就是囊中之物。为什么呢？我要是非要去就去欧洲，是不是开个车自驾游3个月，那多快。反正我这辈子走上个150个国家应该轻轻松松 so easy， 160、170、180那就得靠点技术了，因为有些特别偏的地方不太好去。好了，这个视频要到这结束，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啊。明天我跟那个艾伦哥我们是去旧金山那边玩，然后就下个星期就骑到我的护照了，这样子，拜拜。